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贴心好闺蜜大发。今天的视频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最近真是每天都要用到就爱不释手的一些小物 ，you know， 是一用了以后就一直停不下来 ，every day 都想去用它，你知道吗？哦，好色情的感觉。今天这视频主题就是最近爱不释手的一些小物分享。那废话不多说，正式开始今天的视频吧。首先我要介绍第一个，就是这一个，将，大家猜一下是什么？是不是很像相机？但是它不是相机，它是一个打印机。这是我有一次刷淘宝。时候刷到的叫做什么喵喵机，就是那种可以连接手机蓝牙，然后就打印各种东西都可以，特别特别可爱。我最近真的是超级喜欢这个东西。大家 you know， 就是虽然我是做一个美妆博主嘛，但是还是有很多知识，我还。就是还有很多知识我自己还不是很了解很充分，就随时随地都还是需要去学习。拍视频的话我也要做足很多的功课，因为要确保自己传达给大家的知识啊什么是正确的，所以呢我就会用它打印出呜这么多的一些知识，然后可以让我时不时这样子看一看。就不仅是说美妆上面的知识，有时候我可能要学，最近有在学英语啊，不好意思，就是感觉现在自己的英语水平还是高中那个水平，所以最近就也有在学英语。因为有人说，哎，你不直接用手机这样子学，还要打印出来那么麻烦，就多此一举什么的。 Excuse me， 有个很残酷的真相，就是只要你拿起了手机，你一定就不会用它来学习，或者呢把它打出来的话就还蛮方便的，而且有时候走一走啊或者是什么可以这样子看一看的，还蛮能加深自己的印象，或者做什么手账之类的这样子。反正就把一些什么清单，可能我要去干嘛干嘛，或者一些知识觉得很重要的，或者一些你喜欢的一些字什么打出来，这样子就不用写，就写字就很累，你知道吗？就有试过用它来打印我家狗跟猫，我好想他们哦，喵。算还蛮清晰的，虽然看起来有点诡异，就是它只能打黑白的，不能够打彩色的。像纸的话就是那种普通的纸，它打开以后里面就这种纸，这种纸也特别的便宜，仅说蛮实用的，买来玩一玩的话也是蛮好玩的，所以我很推荐这样东西，最近离不开它。最近买了一套我很喜欢的洗护产品，因为大家知道我很喜欢去折腾头发，就像之前的话又染头发，最近我也打算染头发了，很注重头发护理，说每个月基本上都会尝试新的那些洗护产品，然后去满足自己的一个头皮护理的需要嘛。然后这个月我尝试了一样新产品，然后也是我最近离不开觉得特别好用的张张，就是这一个清扬的一个星空石榴镜世界礼盒。这礼盒我其实已经收到蛮久了，但是我一直舍不得扔这个盒子，就因为它实在是太好看，我要给你们展示一下它到底有多好看。它里面就是那种很像贺卡的那种折叠的设计，有一个石榴的一个热气球，然后云朵星星，它这里面就是会放护发素跟洗发水，我已经拿出来用了蛮长一段时间了，我已经用了这么多了，就知道我有多喜欢这款产品。它设计就是这种 Tiffany 蓝，就是特别的高级，设计的话是那种钻石切面的设计，特别的好看。这款洗护产品的一个外观设计，这礼盒打开来就是有星空的存在，因为这礼盒听说就是那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里面那个不饿兔子插画师 Echo 他设计的这一个礼盒。他这一套超好看的礼盒的话，我是在唯品会上购买的，还有一张这样子的一个书签，蚊香书签，闻一下味道，也还有那个 Echo 写的一个寄语。它里面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就是这一个，它是星空石榴的一个帆布袋嘛，哦，它质量真的很好，非常的厚实，真的非常的好看。它这个包装为什么会购入这款产品呢？因为它这款产品的话本身就是被称为一个头皮的石榴水，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萃取一个新鲜的石榴精华。石榴就是我很爱的水果，它本身就是有个很强大的一个抗氧化功能以及滋养的功能，也就是一个头皮爽肤水的概念，也就是像这款清扬的洗发水，它就能够像爽肤水那样对我们头皮进行一个滋养。像我之前说过的，很多人就只注重脸部的一个护理保养，而忽略了头皮的一个护理保养。其实头皮的话是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皮肤里面最脆弱的一块，头皮的衰老速度是我们脸皮的6倍。所以说像这个产品的话，它对我们头皮的一个滋养功能就是非常的明显。我觉得这一套产品的话算是国货产品里面比较牛逼的了。洗完毛孔特别的舒爽，发丝蓬松又柔顺，特别的好。最近是大概用了快一个多星期，感觉自己那个掉发问题也少。而且你要知道它这一套洗护产品都是无硅油的，但是大家可能也觉得一般洗发水很多都是无硅油，有什么稀奇呢？它这一套比较厉害，就是它连护发素都是无硅油的，可以直接使用在我们的头皮上，不像其他护发素就添加了一些硅，然后洗完后达到一个假滑的效果的话，对我们自己的头皮也有损伤。它的味道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新的石榴香味，特别的好闻，甜甜的那种水果香，然后混合着淡淡的花香。我身边有个人的头发是这种味道，好简直会对它大加分。然后我在录视频前也洗了个头发嘛，用的也是这一套。它这一套产品是一个果冻的质地，就碰水后整个起泡速度是非常的快的，泡沫也是特别的丰富。然后我洗完以后的第一感受就是头皮特别的清爽，就跟以前那种洗发水洗完以后单纯只是清洁的那种感觉不一样，它整个去屑去油效果也特别好。我两三天没洗头发也不会出现说啊头皮很油，然后头皮屑哇超级多，那就像洗饱了水那样特别的柔顺。重要的是它留香真的很久，我是早上洗的嘛，
嘛，现在已经是晚上了，整个那种石榴的味道还是非常的强烈。清扬这品牌不用多说了，就是十个里面十个都听过了吧，去屑实力杠杠的。如果你有被我安利到的话，可趁着它这一套星空石榴进世界还在卖，赶紧上唯品会购买吧，感受头皮石榴水的一个灵硅油滋养润发功效，同时还能兼具控油和去屑。这礼盒就特别好看高级，无论你是自己用收到也很开心，也可以把它送给你的爸爸妈妈或者你的朋友，真的还蛮推荐这一套产品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赶紧点视频下方的链接去购买哦。那个让我最近爱不释手就是这一个，相信大家也不陌生了，我之前视频就有个零食视频我也推荐了它，我从大学吃到现在真的很好吃，它就是这一个紫米面包，买的是玛丽德的紫米面包。我觉得大家买的话还是买这个牌子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买过其他牌子的简直了，味道天差地别，我推购了有个好几百遍了吧，我朋友都说有那么好吃吗，用得着买那么多吗，就是很好吃啊。要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是怎么样，就是有紫米，然后上面这里就是那种奶油，整个紫米加奶油的那个口感特别的棒，哇啊，好好吃啊。这家早上起来实在是太懒得什么煮饭煮面，有的每天用早餐就吃一个这个，然后配一杯牛奶，五星级的体验。一般那种甜的面包就很容易腻嘛，口感是那种米的口感，吃了一口还想再吃一口，一直吃一直吃，然后就胖成500斤，就可以立刻自杀了，你知道吗？这香好像才刚到没几天嘛，就只剩下几个了，香了慢慢吃。但是还有个缺点，就是这其实是不是10天还是10多天，就你要在10天之内把这个吃完。不过像这猪腰都不用10天，3天都可以吃完了。再开一包来吃，今天最后一包了，不能再吃。反正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买来试一试啊，真的很好吃。第二个让我爱不释手的就是这一个，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轩机蜜的珠贴，之前已经给大家推荐过了，我也不想要多说了，就是说太多有的没的，之前已经说的差不多了。就是一个除湿剂啊，缓解疲劳的一个珠贴嘛。就是我来到北京以后，我真的没有一天我是很轻松度过的，就是每天都要去忙工作，然后拍视频，然后弄店铺各种各种事情嘛。就有时候真的哦，好累好累，我经常会失眠。这种失眠的话，又不想吃褪黑素什么安眠药，我觉得这样子对身体的话也蛮大伤害的。然后我觉得这个珠贴我用了以后，真的能够有效的缓解我整个睡眠状态。对比过就是说我贴了以后，我好像真的有睡得比较死的那种，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睡得比较死，反正就是睡的睡眠质量会比较高一点，就一觉到天亮，是一个可以缓解疲劳的。就是有时候你忙了一天真的太累太累了，你可以贴一片，然后第二天醒来的话，你会整个发现哇我又回来了，就是前一天疲惫的要死那个我又不见了，我又是一个可以打死一头牛的我了。女生的话最好还是经常贴一贴竹贴排一排湿气，它打开以后就这样子，然后就有一股那种中草药的味道。我也不想要多说了，因为之前已经说的够多。然后下一个呢也是轩机蜜的一个东西，刚才才发现哎，今天怎么有两样这个轩机蜜的东西，就是他们又没有找我打广告，还免费帮他们打两样，真的是亏大了。就是这一个轩机蜜的一个恋童眼部护理液，也其实就是一个洗眼液，真的离不开这个洗眼液了。虽然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不要随便用什么洗眼液，就洗了以后眼睛会越来越敏感嘛，可是呢我现在也仍然认为，就是你眼睛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你也不要用什么洗眼液了。但是为什么我最近会在用呢？因为我最近又开始戴美瞳了，如果不用洗眼液的话，我眼睛就很不舒服，很容易发炎过敏的。洗眼液那么多，我为什么偏偏喜欢这一款呢？因为它非常非常的贴心，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它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的搭配，配有这个洗眼器，就这样子搭配，这样子真的很卫生，就每一个都独立包装，防止说一大瓶然后接触到外界，然后就有进入一些怎么脏东西之类的。大瓶那种洗眼液嘛，它打开以后好像是说3个月内就要用完，但是我只是戴美瞳的时候洗嘛，你叫我怎么3个月用完？它一个个包装，它保质期是18个月嘛，就是你戴美瞳才洗，戴美瞳才洗。以前的话，我会拿一大罐那种洗眼液出门旅行，特别的麻烦，特别的重。这种话，如果你一次出门就出比较短期的话，带过4个。就洗两次的量就很方便，就很轻啊，简直就不会增加任何负担，又方便然后又轻又不会增加负担，重点是特别的干净，还有就是很便宜，这一包好像才要30多块钱。一像什么小林氏要洗眼液一大瓶好像不是要80-90还是70-80，我觉得它真的好贴心的，最近也是完全离不开它的。然后最后一个也是我最近完全离不开的，就是如果没有它的话我可能会爆炸那种，它就是一个解压玩具，就有个腰杆，然后这个按钮，然后上面这里就是一个螺旋盘，然后这边的话是锁，以及这个那种就是那种气泡嘛，按过嘛，就那种气泡的感觉。我最近压力真是太大了，我觉得我生活中实在是太多不可理喻的人，就网上又有很多喷子一天到晚骂我，我要不想就对骂得那么难看，我一次就看到那些留言就把那些怒气全部释放在这里，而且我经常会焦虑不安，因为很多事情就焦虑不安，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狂躁症什么的，所以我就随时都要让这个来控制我自己的情绪，就是冷静冷静冷静，就把那些怒气全部释放在这里面就好了，特别的适合我，而且你按着的听着那个声音也特别的爽，就那种包装那种气泡声音哦。即使生活有太多的傻
还有太多无谓的事情，我们也要乐观，要坚强的活下去，千万不要给这件事情打压。它真的可以解压，就是啊、哦，你就随便折磨它，就特别的爽。虽然我们改变不了别人，不如就改变一下自己的一些情绪看法，要自己整个 hold 下去。热爱生活，开心生活。那今天这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这些东西就是我最近爱不停，一直用不停的一些产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我种草的呢？如果给我种草的话，要快点去行动起来哦！要别忘了给我一条龙的服务以及多多订阅的频道。然后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下视频见，姐妹们，拜拜。